前晚某活动在京召开，郭涛捧得大奖而归。在《爸爸去哪儿》中，有观众曾听到小石头回家询问妹妹在哪儿，一度猜测郭涛另有一位千金。前晚谈到二胎话题，郭涛先是犹豫了一下，随后大方承认我有一个宝贝女儿，证实了传言的属实。我有一个宝贝的女儿。林志颖坦言非常想要个女儿，非常想要。因为在《爸爸去哪儿》里面也带了 Cindy， 然后也带了 Angela， 确实的确男孩跟女孩确实非常不一样，自己也相当的希望有个女儿。而王岳伦则觉得如果有二胎，夫妻双方必须要有一个全职在家，所以我还要回去和香香商量一下。我和香香，我们先把这个事儿讨论清楚以后，然后再说吧。据悉，郭涛有一个妹妹，名叫郭月，李然是不是独生女则不得而知，因为郭涛不符合生二胎的政策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爱石头，爱揣摩角色，爱搜狐视频。大家好，我是郭涛。